本次胖子纠察队的艺人代表 Amanda， 28岁，有着艺人身份的她，工作时间并不固定，除了上通告外，最长的时间就是待在家里，边吃零食边看电视。但身为艺人，还是会担心身材走样，所以会趁着广告时间做个简单的核心运动。三餐以外食为主的他，偶尔才能吃到妈妈煮的养生料理。妈妈在的时候才会吃这些，然后平常妈妈不在的时候呢，就会吃外面的。那妈妈煮呢，就是这种啊，清蒸的跟这种波比的。为了回复到3年前的身材，他会强迫自己在空档时间骑脚踏车瘦身，但效果似乎不如预期。因此，希望能透过胖子纠察队的减重计划，重回过去曼妙的身材。Amanda， 你要撑住，3个月后你会脱胎换骨，坚持，加油。Amanda， 你人生都活了28年，都没有瘦过，现在有机会给你3个月的时间让你瘦下来，你给我好好做，加油。